现年31岁嘅台湾艺人柯震东喺星期一惊爆拍剧嘅时候，因为无人机爆炸意外破伤，伤口总共要缝20至30针。佢喺当晚首度喺社交网贴出《星球大战》Star Wars 嘅尤达大师公仔报平安，仲引用戏中嘅台词讲 ：May the force be with me。喺第二日嘅凌晨，佢再度出 post 贴出近期大热嘅男儿当入樽主角，樱木花道金句：因为我系天才啊！再写下我好快就会翻嚟。网民对于柯震东的乐观态度都放下心头大石啊，还纷纷留言祝福他早日康复。